知道它位置吗？嗯，它在 Terminal 3 Terminal 1。就是在这个吗？它是它的平面从 Terminal 1的哪个位置上呢？南边。风筝湖吗？嘿，你好，我是那个艾薇薇主任高原，我刚刚给你打过电话的。嗯，好，那你早点休息吧。嗯，好，嗯，好，再见，再见。我是那个高原，现在给你打过电话的，谢谢。艾薇薇助手，你好，高原，你好。谢谢。你好，他可能过几天也，你知道艾薇薇吗？哎，我知道。听说过，他那个可能过几天也会过来这边。谢。我过去一共是八次回国，受到拒绝。那么这次你实际上是，完全的方式也不同的。这次方式因为我拒绝，再这样把我强制的方法回到那个，不让我回国，那么我拒绝开始，他们又采用暴力的方法了。什么样子的暴力？就是几个人把我硬拖、硬挤我，我也是硬筋搏斗啊。就把硬筋搏斗啊，这个把那推啊，抓了，甚至把我脚都抬起来了。那么我始终在那个机舱那个口子不大的，我拉住机舱扛，在这样抵抗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他们后面是几个人，前面四个很年纪轻的这种特警人员，对吧？那么使劲的拖，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应该说按照正规的说，你在这种飞机是不能开的，这种暴力的这种场面。但是全日空航空公司他还是屈服于那个上海当地这种警察的这个威胁，对吧？他最后你去配合他们了，去配合他们，他的一个工作人员也出手了。他们几个把我拖在那个舱的最后里抬起来了，整个旅客感到很吃惊的，有这种场面在出现的，是吧？那么按到最后椅子上把我安住，然后他们的一个职工，把我个子很高大的，把我安在那个椅子上。这时我一个多小时我已经精疲力尽了，然后把我安住了以后，他们飞机就啪开起来，这个那个飞机门啪关起来就起飞了。你说这跟几乎跟绑架是一样的，一样行为。我是一个中国人，而是被绑架到日本来的。如果我进去，对我个人的耻辱，对我们国家也是耻辱，也是一种耻辱。耻辱，羞耻，耻辱的。对我个人是耻辱，对我们中国也是一种耻辱。一个中国人被绑架到日本，进入日本了，那所以我这次拒绝。那个进入日本，我居住在这里，我是表达了对中国政府一种呼吁，一种抗议。那我希望中国中央政府要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尽管是一直来的是上海当局在做，但中央政府一直在默认这种事实。我在这里就碰到了问题，我的食品没有了，对吧？所以当时是第一天的时候，我到这里提出要求，还他们替我在外面代买了三个。饭团，日本的饭团很小的，饭团。或许他们已经发觉了，如果不给我买，让基友让我逼着进入日本境。
他们因为我当时我正式的向这入管局的一个负责人提出来，我说，我不念出境，这是有理由的，但是现在从人道的一个请求你，我付钱，你请人替我卖一些食品进来，是吧？他拒绝了。那他的理由说，他的理由说外边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出去自己买，是吧？好，我说你拒绝，你算了。然后我在这里的亲友从外边给我送一些食品，海关也拒绝了，是吧？那么他们这样做的无非是想让我饥饿，逼得我进入日本境，到日本里面去。你饿了没吃日本境？是啊。但是这从这以后呢，我就喝水。喝水一直是喝水，是吧？我是不会这样屈服的，这样，是吧？毕竟我是个中国人，在这里，不能我受到这样的，我还要为中国那个有自尊心、做人的尊严，是吧？那么尊严，做人的尊严，就是模范吗？这个或者做。啊，尊严，做人的尊严，是吧？哎，挺好的。做人的尊严，对吧？我不会这样就屈服了，所以我这连续的那好几天，四五天这样的时候，我基本上是喝水这样子维持这样的生命的最低。幸好日本有水可以喝的，自来水可以喝的，是吧？那么这样子就正好是八号这天的晚上快的时候。正好是我们上海的一些律师委托了一个乘客来给我带进的食品，所以这样就把这个食品的危机就解除了。但是我现在不能马上吃那么多，因为连续这样子胃已经很小了，要慢慢恢复了。那么到了上个星期五，由香港来的一位小姐陈巧丽啊，陈的，她是代表着那个香港的一些民众，美国的华人所托的，她也给我带了许多食品，包括今天艾薇的她的助手，也给我带来了很多食品，所以，因为这个事一暴露以后，全球华人会觉得很奇怪，很激动，怎么日本怎么不给你饭吃？想不到的，从人道的角度也感应，啊，怎么这么怕我们的中国当局？中国政府一直说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但是把一个中国人强制滞留在日本，这不是一个国内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所以我这次前篇我在那个在写一篇小短文上呢，欢迎奥巴马访问中日里面，包括我提出来，就奥巴马总统他不仅是美国的总统，而是今年诺贝尔和平得奖主。那么世界和平他就是要以地区和平为基础的。如果那些不尊重国、不尊重人权的这个国家和地区，他们这些内部的矛盾、冲突是很紧，会一直持续的，而且这种内部冲突会引发到外部的冲突，会破坏世界和平，也就是没有人权也就没有和平。我相信那个奥巴马要会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是吧？因为我这个问题凸显出来很明显的一个问题，连一个最起码的人权就是回国回家，这是与生俱来的权利，都被这样没有任何理由剥夺了，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正式的人说全没有，就是这样很简单，然后就把你强制的那十几个警察就把你抓起来。所以这其实这个回国权的问题你反映出很多问题，包括我们的人权问题，包括中日之间的关系问题都反映出来，他们如何在处理一个中国人在滞留在日本这个问题上，如果两个政府一直始终不表态，说明两个政府非常无能的。所以人家问我您能多久，我能多久就证明了中国的领导的能力跟日本的领导的能力啊是差是好，越长说明他们都是一些无能的政府啊。我想我不会等很久的啊，从我个人来的体力所各方面我已经适应了，因为最难的就是这开始几天，是的，包括我今天那个大便都流了，这个很重要的。一般人这个我们做过老人知道，你像我六七天就没大便过了，帮助我的人至今我都不认识，他已经委托已经是好几天了嘛，他告诉我情况了，一开始就引起很多人都开始关注了，都是从委托上的，是吧？他所以这是帮助我，他在帮我处理，
往这往那个，他我往上快的时候放开他，他就处理好了。哎，晚上我一般是到要到十一点钟左右才睡觉。啊，十一点钟左右基本上没有什么人的，我到里边去洗一洗。脚身上就是洗脚，你看啊，哎，我就正在洗脚。你洗澡没法洗啊，在啊，就是擦擦是吧？哎，对对对，擦擦。嗯。对，我就拿点纸，你看，就拿点纸的，简单的就这样过就好了。嗯，完成了。嗯。Shanghai Starbucks looks and smells like any you find in America. The Chinese have embraced the all-American brew. Ask about Obama.You find a similar enthusiasm for a president quite unlike their own. He's a young man, this woman says. He's open-minded. His visits to China make us feel like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shortened. His visit shows that China's influence is increasing, and as Chinese, that makes us happy. Here it's clear he's won over many ordinary Chinese.But winning the support of their leaders will be harder. And President Obama needs that to help solve the massive challenges the two countries face. Chris Hogg, BBC News, Shanghai. Someone that speaks English? Is this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Hi, I just arrived in Japan yesterday. I'm outside of the South Wing lobby, you know, the arrival area. I have a friend, his family asked me to come to visit him. He's inside, he's called Hong Zhonghu. He's been in there many days. Yeah, I already came out. I was wondering if someone can arrange me to go back in just for a short visit.要对一个国家，对一个人民有一个负责而且责任心，所以他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国家做一点点，哪怕是为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同伴做一点可以做的事，就是基本的人权。您在这儿待了有90天了吧？92天。92天了。今天92天，嗯。因为我看到那个中国政府那个派出的大使馆官员还是非常诚信的嘛。嗯。在一个星期里边，
上个星期一到星期六来了三次，就看到这个地方，至少说对我来说，那个中国政府还有一定的诚信，啊，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呢，先相信吧，啊，那个否则两家谁也不相信谁，那个永远是这样子的。那么所以说这样，我就决定，那个这就说这个非正常的生活。其实老百姓是好说话的，其实我也是老百姓的一部分，只要官方是坐下来，诚心诚意的沟通。老百姓都愿意沟通，什么是最难的问题都能解决。其实我们中国面临这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官离群众太远了，怕民众。如果都这样做下来，其实一些问题都能够解决的，而社会的对抗不会越来越激烈。那么这个事件应该是可以作为国内处理相应人事件的一个窗口。那国内事件哪有我这个事件复杂？国际事件这么大的事件，不是也就3天就解决了吗？很快就解决了，那我想国内的事情不会比我更为复杂的东西。听到这消息都挺高兴，可以回家过年了。哦，应该是回家过年是中国的传统。这个92天，当时这个时间是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我在这里生活非常充实，非常忙，在这里不是坐着等，我非常努力，有世界上很多的媒体。我也借此来宣传中国人权。你这3个月期间对你的那个以前对中国人权和自由的一些看法有改变？没有改变，而且坚信。你觉得在3个月期间，你对这个中国或者是日本，就是这个特别是关于中国的这方官僚这方面，他们会有改变吗？有所改变吗？我相信通过我这个事件，应该对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都可以反思这个世界，将来可以做得更好。这样住吗？我在上海也那个专门帮助人家那个维权人，帮他们写东西出点子，啊，然后利用法律的，他看到我这个人对付也没办法对，把我绑架也好，软禁也好，都对付不了我。脑子搞不过我，就坦率这样一句话，对吧？那个最后还是想把你放到外边最方便，没想到放到外边你脑子又搞不过你，又让你回来搞他了。这个权利的问题就是，如果说公民的他的权利争夺了，那么政府的权利就肯定缩小，这个利有问题，对吧？因为在上海的经济开发当中，你。是被城市的开发当中特别很大的问题，就是动拆迁的房子的问题，对吧？他把人家的房子占了，又没给合理的补贴，这些民众告上去，他把法院也是他的，他告上也无所谓，所以很多民众就不断的上访，是吧？那么这些民众相对来说，他对法律啊，对国家的政治运转还是比较不熟悉的。那么像我们这些人对法律有什么熟悉，对国家的政治运转也很熟悉的人，就来帮助他们。那么这些当官的肯定不是我们对手，动脑子肯定不是我们对手，好吧？所以他觉得也挺麻烦的。这个外边的空气是不同啊，有点凉的，那是新鲜的这种感觉啊。里边的空气没味道的。今天天气特别好啊。我今天已经要快到家快了。回日本的我妹妹的家啊。中国，上海还没有决定具体的时间，总是计划在春节那个。对，春节也快了，下星期。中国政府有什么消息啊？给我回家，我从来没说他给我不给我回家是我自己的事，家还是他可管的。所以我一直跟很多人的思维都要换一换了，都要换一换了。不用了，我不是就回家了吗？出来嘛，过了春节了，这次就回家了呀。
什么家还是他批准的？他如果反映我家，把他告上去。我家我的家是他的家，搞不清了，就是说，所以我因为我的行动就是要让所有的人改变这个观念，是我们自己的权利。啊，这是。王老师加油！好，再见。嗯。祝您过个好年。好，谢谢。我女儿呢，就是不抱不平，她说怎么会搞的？他回自己上海回不进去了，这怎么回事啊？这有问题啊！他说有问题。我哥也不容易啊，九十天只有他能够撑过来。哎，还好是男士啊，女士怎么办？啊？女士肯定不行的吧。嗯，方便的。不方便啊。昨天回来我收到了那个全日空的公司的信函啊，全日空公司的信函也可能是我最近期也会把全日空公司的创意绑架的过程以及他的信函全部会公开出来，以及我对他的点评啊，因为全日空之间自家现在还在颠倒嗨啊，可能他们会觉得那个上海政府还上海有关部门大概到最后一步还大概没松口啊，所以他们结结巴巴的来一个那个不让你乘他飞机的那个一个通告通知。冯先生在机场门口拒绝登机，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的陪同时大声呼喊，他简直是颠倒嗨呗，陪同时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我在大声呼喊，这还陪同呢？我们这拉扯了那么一个多小时了，这点他无可否认，在机舱门口，不在他的飞机里边啊，在他飞机里边，我根本没有声音，就挺安静的，是吧？你看，其他使得那旅客感到不安。署名旅客向我提出投诉，同时冯政府先生指示行为直接颠覆了五十九。你说他又荒唐，旅客是属看到了什么？我在外边喊还听不到，是我后面被几个警察抬到飞机里边去了，他们的工作人员把我压在那个凳子上，我那是毫无力气的情况下，那旅客向他反映，他应该如实的告诉旅客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你看，这架飞机还耽误了五十六分钟，我根本没有意图乘他的飞机的，没有这个飞机票可以乘他的飞机的。这次我的飞机票是过几天我回来的回程票，而不是这一天。那么这一天有这些上海的一些非法官员把我绑架到这里，发生了这样一种状况，冲突的状况。因为作为一个航空公司来说，他根据国际惯例来说，这样在情绪非常激动而这样冲突时，机长应该有命令不准带我们上飞机。而且他们是怎么做的？是不顾所有飞机上的安全，最后是屈服于那个上海当局这种无理的要求，甚至配合了他们，派出了他们的人员，也参与了一种暴力的一种手段，把我强制在飞机这个安在飞机上，对吧？这个过程才严惩的。所以这个过程本身应该说是中国的那些违法官员他们所造成这个，而且你全日空自己也有责任。为什么你有责任？你完全可以拒绝我上飞机，
按照国际规律，这样一个这种冲突在发生，你怎么能让我上飞机？我开始在机场门口，不在你的飞机里边，是你一起配合把我拖进你的飞机里边去的，是吧？所以这种事，你看到现在，他完全在颠倒是非，而且说还说我是冯先生，你看啊。本公司再次重申，针对冯生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都是依据中国当局指示这面的。谁哪有中国当局的指示啊？中国当局到现在都不承认他的指示，上海当局到现在都不承认，他已经去代理了。这些商业他是好了，没道德的。过去我是对他同情，现在看来他本身就是想这场水越混越好。我们民间跟官方的冲突，他可以从中得利。现在真有已经趋于一种平和的状况下，事实也真相越来越明白的是，你看他倒还急急忙忙地发来这封信，啊，比我们官方都不敢说的话，他在颠倒黑白，是吧？他是直接穿越一个绑架。在第一次我回国也没乘他的飞机，也没经过我的同意。是中国当局，上海当局的一些警察，把我也强制到他的飞机上，而把我扔到那个关西区，大阪关西离东京很远的地方。啊，当时我回来了以后，向他的总裁写了信函，他的部长改了一封很诚恳的信，说他们不知道当时情况，以为我自己同情了。然后我就原谅了他们。你说我现在回去，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票子肯定不买给我了，因为我已经他过去阻碍过我，我已经把他那个打到法庭上去了。如果说中国政府很明确的态度，冯政府，那么他们肯定会现在不会。美国西班牙航空公司啊，也买不到票子，现在那个全日空。已经来了，啊，也不让我乘飞机，所以我所乘不多，啊，那么我相信，所以说，我相信有些回访官员，他们现在所有的脑筋都动在这上面去，用这种航空公司在继续，那个，在日本留住我，是吧？当我要考回到中国的时候，这种最后的硬拼，他们觉得也风险很大，也风险很大，损失很大。啊，所以我在今天的推特上写了一句话：回国艰难重重，啊，还需最后拼搏。OK， 啊，大家不 OK？ 好，哎呀，好，谢谢，嗯，就是的，拜拜，好，进来。你好，你好，你好，ありがとう。我是日本語大丈夫。日本語是中国人。我是甘田，库云部总部库云部的经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前两天就是我们俩。啊，对对对对。で、あの、JALの立場は、あの、お話と変わりませんけれども、一つだけ変更したことは、今からご説明することを理解していただいて、この書類に署名していただければ、チェックイン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就是前两天在电话里跟您说明了那些东西，嗯，今天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嗯，但是呢，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些，一份就是需要您签字的东西，啊，然后会给您说明一下，啊，好。今天几号？十二。十二。嗯。不好意思，麻烦你。哦，没关系，这个我非常理解，就是你们也按照这个去做汽车之后不麻烦了。
但我知道今天中国政府放权。之前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些手续也都跟您讲明白了，所以呢，今天就是您在这个事实上签了字以后呢，给您办手续，然后让您去上海。但是呢，就是到那边，至于最终那边接收不接收，我们也无法判断。所以呢，然后今天这位港台先生会跟您坐同一个航班去。但是他不是说就是给您添麻烦，他不会在机内跟您搭话或者，就是他也想知道最终会是什么结果。对对对，好的，希望您能。我呢非常感谢，至少说日本航空公司他按照的一些法律跟你的公司规章来处事，是吧？所以你看这种提出来是很合理合法的，我会争取这个去做的。应该说这会给你公司带来那个很好的影响，而不是很坏的影响。じゃあちょっと詳しいゲートとかの案内も通訳。一会儿进飞机之后你就不要拍了。JL791次航班，旅机代码共享，中国东方航空公司8722次航班。中国当局为了预防新型流感的传播，请您在每家隔离到达之前将健康检疫出入表格填写完毕。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那他们已经给他带走了是吧？他带到哪里去了？你发短信啊，不要害怕啊。哇，高阳很害怕，他说已经被带走了。他没有回来，我很希望他回来，他是为我们弱势群体讲话的。那么冯胜甫先生为什么他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主要是他为那个上海访民啊，就是
说话，他编了一个就是督察简报，然后他收集了将近189个案例吧，他把这些案例呢归纳于上海的司法不公正，呈现给那个中央的领导人以及上海的领导人，但没想到他就受到了一个打击报复吧。2003年动迁，2004年强迁，2005年强迁两次，一共强迁我三次，三次强迁我，最后一次强迁是丢了两个烟雾弹，我自己自杀的。后来他派特警把我抓出来，马上巡去，还把我儿子抓，有人告诉有人。这个时间超过了历次那个战争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中国有个抗日战争是8年，我们都超过8年了，到现在无家可归，还要被受到各种各样的马上开世博会了，他又要把我们关起来了，每次都是这样的。去到北京悼念赵子阳，到他家里面去了，我们有40几个人，奥巴马来了，我们去欢迎他的时候，42个人回来，32个人拘留。辛苦，你们可以到网上去搜寻我们的名字。我十天，有很多，42个人去欢迎奥巴马，我们就站在那里就看一看，什么也没说，跟这个北京的居民站在一块，一句话没说，回来就把我们拘留了，我拘留10天，他也拘留10天。42个人，31个人拘留了，晚上被他们我家里抄，电脑要抄走，电脑什么全部抄走，什么都抄走，对，就是上海国宝，我的文件、材料、资料全部抄走，至今没有还。是有很多的，就是上海法民每一次来接他呢，回去以后会打受到打击报复，比如说拘留。监控，软禁，那么等等各种各样的打击报复。我也可以遇到。我刚才得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就是一个消息，说他在那个浦东国际机场的候机楼的地下室，给那个就是上海当局的一些警察，秘密警察给拉走了，就离开了这个地方，已经离开了，已经离开了啊，不是让他回这个机场，对，那我认为他应该是回家了，但是我们以今天这样方式，就是看见他回家，我们感到非常失望。应该在回来的路上吧。你可以再见到他，你心情怎样？可以分享一下吗？怎么说呢？说都说不出来。是吗？就等待我。接下去的日子没事情。因为刚来的时候他们是关照的，就是拒绝不可以采访，是吧？现在可以了。现在不是可以，现在即使这样子围着他们，他也不会就是听他们的。你很高兴吧？能回来一起过年。哎，这个是很高，但是接下来我就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非常谢谢，非常感谢手中君子朋友这样关爱我。好，谢谢，非常感谢。这个手吗？你们跟妈妈
重聚那个有什么感觉？当然这是很感动的，这不是用平静的手了已经，这是非常感动的。妈妈，你说妈妈见到你是什么？我妈妈见到我应该是很，在我们家里，我妈妈再见到我就很安的，很安定的。啊，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我。那弄多少岁了？是是。好好好，要做做事。对。再着急了。再着急，还做做事，早就做了。嗯，好了好了好了好，好好好。车子叫出来，我要监控器里好。哎，好，你把裤子拉了。拉好了吗？拉好了。拉好了。拉好了。好了，你等了吧？拉好了。你等着点，好嘞。拉好了。衣服呢？他外套没了。上去，激动就不可能再开。来来来，屁股坐进去，屁股坐进去。给他整理好一个。好了，哎，好了，哎呀，好了，好了，好了，那走好了。每年到这里来。对对对，每年到这里，我母亲也是这里，我们大，我比较，这个家里什么都是我母亲，都是我爹照顾的。你看我一直在搞社会活动，是没那么时间。在家里能够安定就好了，不住在哪里，不住在哪里就可以了。这个叫什么？墨鱼应该标准应该就。墨鱼，就是乌贼鱼嘛。这是桂鱼，这个是桂鱼。哎呀，这个，哎，弄几个？对吧 ？OK。你穿了很多。嗯。你这样谁？好了好了。嗯。好了吧？快点熟了，等不熟了，嘿。熟了，等不熟。来，我弄出来先尝起来吃。来。来吃了。哎，好。你吃哪几个？好。好。好了吧？你要弄个什么嘛？哎。那那那，上面给了一笔了是。那，哦，好，也清楚了，啊，弄来弄杯子。好看啊，哎。啊，那行吧，慢弄。来来来，干杯啊！哎，好，新年快乐！好，新年快乐！嗯，好的，干，嗯，来帮杯，嗯。啊，帮杯吧。今年能。天蒙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好。嗯，开心。新年快乐！新年。哦，好吧，来，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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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那快了嘛，老大，不不一样，八成油就是用凉的，对不对？吃它就对不对？吃不过，吃不脱，这老夫吃不下去，对个。我说嘛，我们妈不大发言的，你看发出言，她说吃掉不吃掉，吃不掉你就是对的，你看现在吃不掉我。你吃得掉有的，你吃的。啊，她说他们吃得掉就话会把你吃掉，我妈妈很刚。吃掉就是。那。他们不对了。啊，她现在吃不掉我，我这个老虎难吃啊。啊。不说话，说起话就是分量。我看到讲打打打的空火了。一年年过快吧，今年呢，再过一个。儿子回来了，开心吗？儿子回来了，开心。开心。我打一脑子。那脑子能打吧？这个脑子真的蛮好的啊。真的。真的。
跟阿拉我们每一道客气，大爱。我爸说我们不骂他就客气了。他说我们不骂他，我们不骂他们客气，我们已经很客气了。我们每一道也都客气。我哪里得钱？我总归是干儿子好的。啊，是，哪里都还是儿子好，哈哈哈哈哈，哪里儿子是干好。新的一年，啊，说几句吧。哦，新年回到了自己的家，啊，我想那个新年我高兴，所有的世界上支持我回国的人都觉得高兴，希望我们中国，所有的中国人都这样自由的来还自己的国家，让我们的中国是更亲切，像今天的烟火这么灿烂。